在一切众生当中，特别是人道，你看，菩萨示现成佛都在人道，没有在天道。这个表法有很深刻的意义。佛门常说：“富贵学道难呐。”你看这个世间富贵人，你请他来学佛，你叫他去烧头香，他行，他很愿意干这个。你叫他到这听2个钟点经，那是要他的命了，他坐不住啊！啊，为什么？享乐相关了啊！他这一生呢，乐多苦少啊！你叫他要处理求生极乐世界，我真的比极乐世界还快乐啊！他生不起这个念头。所以富贵学道难啊，八难里头富贵是一条啊，对他困难了啊。贫穷学道难，贫穷人3餐饭都吃不到，你叫他来听经，他哪有这个心呢？啊，他要去找他生活去了。所以，学佛最适合的小康之家啊，不很富贵也能吃得饱啊，这种人很适合。他什么？他知道苦啊，苦乐他很清楚，很了解。那佛讲离苦得乐，很能中他的胸怀，他就来了。六道情形亦复如是，天上福报大啊，所以天人学道就难啊，真的不容易啊，特别是讲净土很难接受啊，三恶道苦啊，佛度三恶道不容易啊，啊，佛讲得很清楚。三恶道里面度的众生是哪些众生呢？在人间都学佛学得很有基础，没有依教奉行，都到三恶道去了。所以他阿赖耶识里头有佛法的种子啊，换一句话，有善根呢，有这个根基呀，佛才好度他。如果没有很深厚的基础，三恶道的人没法子度脱。那怎么样？只有他受报啊！实际上，三恶道啊，就像监狱一样啊！你犯了过失了，判了刑了啊，在是要关多少年，到刑期满了你就出来了。三恶道也是如此，你造作的罪业，你到底就受报。啊，受完它有限期的，啊，有期限的，啊，受报完了之后呢，你又到人道来了，啊，有一些善根深厚的到人道来，又闻到佛法了，啊，慢慢一步一步向上提升的。但是有善根很深厚的，啊，神很深厚，为什么会堕恶道呢？也就是敌不过内，敌不过烦恼习气，外面呢受不了诱惑，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很容易破戒，很容易犯罪啊！展开戒经，你看，通通都是堕三恶道的，这就去了。啊！可是他在世间真正修行闻法的时间很长，这个基础很厚。佛菩萨在恶鬼道、在地狱道、畜生道都能度他，实际上，卧道里头得度的众生都是在人道里修的很好的基础那么人间学佛不是白学偶尔做错事情堕三恶道，菩萨还是照顾他。佛事门中不舍一人真正慈悲所以佛成为天人师。